要如何改善我们的腰椎的问题？你那边教教我们有没有好的方法？对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操，简单的操。那像这种操就是一样，就是很简单，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做。哇、okay, 就是我们在椅子上，然后我们先翘脚一下下。还可以翘脚？对，翘脚不好吗？对，翘脚一下下啊。然后翘脚完了之后，如果比方说像我是左边翘到右边去，你像毛巾一样扭转到另外一个方向。哦，对，然后你的手，哥你是另外一边哦。好，我们大家都一样好了，就是膝盖在右边，我们膝盖要在一边，右脚右脚在上面，左脚在下面。好，然后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右膝上，又放过来了。好，左脚放在右膝上，身体往右边转。哦，往右脚这边。对，然后往后转了之后，你的手可以稍微扶住对你的椅背，然后往后用力转，转到底的地方，会觉得腰椎这个地方有被拉开的感觉，有像拧毛巾的感觉，对，拧毛巾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可以用手或者更极致的用手肘，是，对，去转它，哦，这样更酸，对，这样要定点吗？对，要定住，所以我们停住的时间大约是30秒钟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不行就做20秒钟，应该会有很舒服的感觉，对对对，然后记得应该会很舒服，对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另外一边，相反，然后如果像浩然姐的情况，可能会发现一边比较好转，一边比较难转，对对，就是如果是这样难转的地方，用2:1的比例，难转的是二，然后比较好转多做一点，多做一次，把它扭转过来。的这个时间，对，然后转过去，然后在转的时候记得动作要放慢，然后不要去追求那个嘁哩喀啦的声音，有些人会希望有那个声音出来，然后觉得比较舒服，好，就慢慢做，好，稍微停留，就是一天来回可以做几次？大概8到10次。哦，8到10次就对，然后就是停留，大约是20秒到30秒钟这样的时间，是是是，舒服的。还有哪些错误的坏的姿势会让你的骨头变形？杰玲来告诉我们。我们来看看呢，你的骨盆是不是歪掉呢？第一个，如果你常常背侧背包的话，你会心痛；常穿气垫鞋的话，长短脚；睡姿如果成虾子状的话，是会尿床。重吗？我跟你讲，我真的还蛮常容易很频尿啊，因为我睡觉的时候都是瞎子状的睡，都这样拱着睡、啊。对，而且我的脚一定要一只伸很直，然后一只拱很弯。对，然后而且我的手放得很古怪，我老公都说我的睡姿很奇怪，我的手一定要这样子。我才睡得着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起来不会扭到了吗？不会，我觉得这样好舒服。这个动作其实不是通常都是。那个歹徒被警察盯，对，要被铐上手铐的时候，你们两个玩这么大，在玩，你们玩很大耶，还是因为我玩习惯了？没有啦，我就是习惯，我觉得这样手好放松，是感觉睡起来应该手会搬不回来，不会，所以我非常容易频尿，我最常频尿的一个晚上起来的记录大概5次，那算一个晚上，那算是很恐怖，而且都只有一咪咪的尿而已。啊，那蓝波老师，你也是背侧背包吗？哎，我也不是，但是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肚子痛是心痛啊，没有心痛，没有，因为我一直会有时候背会肚子痛，但是原来有心痛，真是假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你的筋痛是腹部的筋在痛，对对对，你有双重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来讲，这三个我都有哎，因为侧背背包，我们一定要背很多的东西，对，而且我觉得男生的包包都好重，超重，什么鞋子啊、换洗衣服啊，有的没有的三 C 啊，然后电脑啊，而且都因为背双边有点不帅，不太像小朋友，你看单边就觉得哦很帅，对，好像很有性格。然后气垫鞋一定要的啊，对，我没有办法穿那种平底鞋，因为我不喜欢比人家矮的感觉。哦，现在有很多增高鞋啊那种，对不对？它本身都做气垫的，而且气垫不会垫到这样吧？哦，不会，不会太明显会被抓到，手长比例看得出来。然后只要一点点，而且睡姿瞎子状我一定要的。因为这样很有安全感，尤其是中间，对啊，要这样，然后要夹枕头啊，要夹枕头这样子睡觉，好像小孩哦，对啊，就小 baby 啊。你还有什么办法讲人家你这样睡？哎，讲人家，对，因为就是好像这样睡，但是说实在，这样睡
是真的，好像感觉上半夜爬起来尿尿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。嗯、对，真的，真的。所以你半夜也是会起来一直上厕所。对，我没有像他那么多次哈、啊嗯。可是你大概一两次吧，一次吧，一次就是两次。哦，好，那浩然嘞，我睡觉我像亚兰，亚兰是一个伸长嘛，我是这样，我是这样睡。哦，要窝着，就跟瞎子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比较不会有尿失禁的问题。我半夜起床上厕所的次数不会很多。刚才我们刚才亚兰也。提到说，我们侧背包包的时候，你的左右姿势一定是不平衡，是当然对你的脊椎也是有影响，尤其是你是右侧背包包，你左侧的腰大肌、腰方肌事实上是紧绷收缩的哦，为了要维持平衡哈，对，所以你的腰椎是比较吃力的，那的确哈，对我们的下腹腔的。包含骨盆，它容易歪斜，然后包含供血是不好的，所以有一些筋痛的患者，在这种黄医师他们这种脊椎矫正的医师里面，他们都会把它调整，哎，筋痛也获得改善，是、嗯、对，所以这个是有关联性的哈、嗯。那第二个，谈到提到这个气垫鞋哈，因为有时候气垫鞋啊，它就是说品质啊，用的时间久之后，气垫鞋它有时候坏掉，你看并不是很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包含你穿高跟鞋一样，所以你的脚的施力跟受力的。平衡点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有时候你的脊椎跟骨盆也是受到影响，容易有长短脚的问题。这个卷曲睡觉啊，弯着身体睡觉啊，像跟第一个筋痛有类似，就是说我们在卷曲睡觉的时候，你的腰椎也是受到比较大的压力，那骨盆哦这种扭转推挤啊，事实上对我们的腰椎，对我们的整个骨盆腔的循环是不好的，那的确有一些中老年人的泌尿道容易感染膀胱炎啊，甚至打个咳嗽、打个喷嚏啊，咳嗽一下、喷嚏一下就尿失禁，事实上都是你的下腹腔的供血跟微循环受到影响。那请黄医师来救救我们了，因为这些姿势可能都由来已久。嗯，如果让已经歪掉的骨盆能够转正，好，我们站起来之后，我们脚张开。嗯，对，张开的幅度就看个人哈。与肩同宽吗？可以再稍微多一点点。好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们两只手往上。然后往上拉、哦、你可以稍微食指扣住，然后往上拉，然后让你的手到你的耳朵旁边，好，然后拉住之后，然后我们的手指头是往上的哦哈、嗯、然后一只脚我们右脚弯然后下去哦位置、嗯对，然后肚子要往上收，然后像亚兰就歪掉了，正、哦、歪掉了，对，正，所以正，然后、哦、身体不能歪，身体不能变成这样子，好、哦，所以往上，所以一点点下去就好了，嗯、肚子要往上收，然后脚会酸，对，哦、我手很酸哎，右边的骨盆很酸，好，然后回来中间，然后我们做另外一边，那我们现在脚只有开一点点，如果你要让它难度更高的话，对，你就把它。更开哦，这样的话压力会比较大。对对对对，往下，然后肚子往内收，手指头往上，对，然后停住的时间大约也是30秒，然后我们再回正。哦，哇，好酸哦！那这样要做几次啊？来回做几次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从5到8次开始。好，谢谢。我们除了平常哦，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个姿势以外，嗯，因为大家现在生活都很忙碌，而且工作，台湾人一天14个小时，难免腰酸背痛。对，腰酸背痛怎么办呢？我们当然在外面稍微一下，对，杰玲来告诉我们腰酸背痛怎么办。腰酸背痛呢，想要出去桑姐，可是现在要告诉大家哦，啊，我们出去呢按摩花钱还会赔上健康，像是呢我们洗头会马杀鸡啊，然后按摩会敲打，你要小心哦，可能会中风还有全身瘫痪哦。因为我觉得按摩就是要按到很痛。才会有那种放松的感觉，按完之后就会觉得哇，整个身体好伤哦，就很松的感觉。但是我按完之后当下是很舒服的，是。可是隔天全身皮肤都在痛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只要一碰到就痛，你是不是按太重了？有可能我太久没有按了，所以那按得太用力之后，我整个背啊，整个大腿都好痛。我曾经去过沙龙，然后那个美容师就说：“于小姐，你这边有个什么气节要帮你。”推开，结果他就一推，我就听到我的骨头咳一声啊，我痛了1-2个月。然后我后来去照片子，他说他帮我推发炎了啊，所以我之后我就不敢出去按摩了。那怎么办？后来你怎么办呢？我就是去看医生吃药啊，然后才好啊。哦，所以我就发现有时候你花钱出去按摩，就还让自己受伤。不是很头痛吗？对，那我现在就变聪明了。为什么刚刚说我瞎子睡觉，我不会频尿呢？对，因为我有法宝。我跟你讲，秘密法宝有我。
这两个月发现了一台非常好用的，它是一个低周波的一个按摩器，它呢跟我们出去那个指压是一样的，是，因为这种东西它就是会针对你的穴道、你的神经去刺激，刺激之后你就会达到你疲劳的一个舒缓。对，那有时候我们没有空啊，像很多妈妈、很多爸爸，到了晚上洗完澡，你根本没有时间，还要出去按，而且你洗完澡你就不想出门。对 对，所以这个时候我每天我就会，譬如说像有时候我腰椎不舒服的时候。我洗完澡穿上睡衣很放松的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我就会把这两片直接贴起来，贴在我的这个腰椎这边不舒服的地方、哦、然后它这个它可以按、它按一次大概会有30分钟、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是你不用担心按按你睡着之后好像它不会关，对不对？会痛吗？不会，不会痛，不会痛。那只那你说要贴在穴道、那我怎么知道我穴道在哪里？因为它呢很好的是它有附一本书、然后那一小本书里面有告诉你说，哎，譬如说我筋痛的时候我要贴哪边，然后腰酸背痛的时候我要贴哪，我肩颈痛我要贴哪。对，其实我还蛮简单的，你就是哪里痛贴哪里就对了。我帮你弄。哎呦哎，对，